天天呢做不一样的事情，啊，天天都有舞蹈，天天都有开会，天天都要排练，我挺享受有挑战性的东西。我从小幻想力很多，喜欢动，一看到姐姐跳舞了，我就看到，哎呀，这个手指可以那么多东西可以做，完了脚趾你整个体态都动起来的，不停的动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，要跳舞蹈。拿出来，红的在这。这组呢，我们是新年雪花，还是穿跳回这个？这个是小马的。以前我是设计师，演员也做过，编导也做过，总括来说，好像没有达到一种跟人的那种深度。如果我可以启发一个孩子的平衡，去培训他们，在这方面满足感大一点。And we don't want to say, oh, Heidi, don't stretch, so our school don't stretch. We must stretch. We must do lots of jumps. 你上了吧，我100多人。我今天选了差不多有20个孩子，有一些是孤儿，有一些是没有钱读书，所以我们的基金会现在是筹款。给这些孩子。1, 2, 3, and turn。我们就给他培训编舞家、舞蹈演员、服装设计、灯光舞美，很多很多。很多人就感觉到啊，你什么都有了，那什么都有是等于什么呢？就是车啊、房子啊，就是这样吗？啊，但是我并不是这样想。我是想我的心里很空，我希望达到就是给孩子多一点灵魂，多一点启发他们的可能性，不是物质的东西。 我应该说我是一盒很多类型的朱古力，因为我有很多方面在我人生里面，我爱好很多，但是我又尊敬爱很多人。Come here, ma'am. Come here, good girl. Cody, come here. Come here. All right. Happy family. 我就喜欢创造事情，每一个月、每一年都要重新发掘一个新我，做一个再聪明一点的我，再好一点的我。人生来一次不容易，是怎么样去弄到每一天我们可以达到你顶点的状态，不要浪费时间，真的去冲破你自己的边缘。社会学校是读不完的。